周杰伦继第一天邀请来孙燕姿担任来宾之后，第二场持续带来惊喜。周杰伦密谋许久，在安可的部分找来国际天后 Coco 李玟，继续制造演唱会的压轴高潮。再度聚首，自然少不了闲话家常。只是连续两天的嘉宾似乎很有默契，都相当关心周天王的终身大事。我们都没有变，我们一样的很年轻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的身份变了，我现在是做太太吗？那你呢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啊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要唱歌给歌迷听，所以我需要一点那种就是活力。哦，对，就是。哦对，所以现在是单身还是？没有，现在是健身，不是单身。没有，要给我机会摸一下，验收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真的啊？就是。我要帮你脱衣服吗？不用，因为刚刚第一场脱过，快感冒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验收一下，跟第一场十二年前其实有点差别了。对，真的。对。哇！是还 OK 的。周杰伦和李玟不仅合体献唱第一次的合作曲《刀马旦》，经典情歌《屋顶》更是直接唱到歌迷的心坎里。首尔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贝娜。